雪，这是你继任大都督以来所有朝中老臣要替换你的奏章。今天我把他一并交给你。何人叫陛下如此下寨呀、啊？陛下必败，我朝元气消矣。主公，我明君发誓，一定会还主公一把尾，一把天崩地裂的胜利之宝。陛下，快走吧！中式八点三三五。